肤至今。在我看来，纹理上的橙色羽毛是它的点睛之笔。当它将羽毛捧起来时，你会发现它的色彩有多华丽。当然，如此的华丽不是给你我看的，而是独属于雌性白肤锦鸡。和雄性红腹锦鸡一样，将其对着鸡尖捧起，围着雌性旋舞，向它展示自己最美的色彩，是雄性白腹锦鸡的求偶仪式。需要跟大家致歉的是，在上一集中，我将这只雄性亚成体白腹锦鸡误认成了雌性。那么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种世界上最美的鸟类之一吧。